好多謝各位上嚟。我哋 Yahoo West 第二輪嘅推售成績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相信我會形容係越賣越旺，持續火熱。我哋昨天咧就推售310伙咧，係售出咗超過98%，比第一輪咧係更進一步嘅。咁我哋兩輪推售咧，已經係累售超過640伙，套現超過33億元。咁我哋琴日現場所見咧，向預約非常之多嘅，所以咧我哋會盡快咧係公布第三輪嗰個推售嘅詳情。我先交俾胡生咧，同大家交代下我哋昨天賣樓嘅情況。好，唔該你先。歡迎各位從業朋友。昨天咧，我哋 Yahoo West 咧進行呢個係第二輪嘅銷售。咁啊，正如頭先雷生所講啦，可以話咧係越賣越旺嘅。係啊，揀樓嗰個無論速度啊，嗰個客嗰個熾熱嘅程度咧，都係比第一輪咧係更進一步，可以話咧係勢如破竹。我哋昨天咧進行第二次嘅銷售啦，係售出咧超過300伙嘅單位，兩輪銷售咧係已經咧售出咗咧超過640伙嘅單位嘅。我哋昨天嘅銷售模式咧都係分為兩個組別進行。首先咧，第一組別咧係俾一啲買家咧係購買1伙、3伙嘅單位啦，或者係購買2個單位以上嘅人士咧進行認購。咁喺呢個組別裏邊咧，我哋售出咗咧係接近60個單位。咁啊，基本上咧係成績咧非常之理想嘅，只係剩餘咧係數個3房嘅單位咧未被揀選嘅啫。去到下午嘅時段咧，我哋進行咧就 B 組嘅組別就進行認購嘅。喺呢個組別裏邊咧，所有嘅單位咧都係被選購嘅，係全數沽清嘅。咁所以全日咧係售出咗咧係304個單位。喺呢批買家裏邊咧，我哋見到咧嗰個客源分佈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。喺嗰個元朗同埋天水圍區嘅客源咧，係佔咗大部分嘅，佔咗係有40%嘅買家咧嚟自呢個區域。另外咧有30%咧係嚟自咧新界嘅其他嘅區域，包括係荃灣啦、沙田啦、屯門啦等等。九龍區咧就佔咗20%嘅買家嘅，餘下咧有5% 係嚟自港島區。我哋都見到一個現象咧，就係持有外國護照或者係以專才身份嘅買家咧，都佔咗咧係約5%。咁可以話咧係都係我呢個項目咧係好成功咧，吸引到呢批買家咧嘅注意同埋選購。我哋了解過咧，佢哋都係因為咧呢個項目咧係毗鄰呢個係南沙同埋前海區啦，交通往來非常之便捷，亦都咧可以乘坐地鐵咧係來往咧呢個港島嘅市中心。咁所以咧，佢哋覺得我哋項目就係扎居於此咧，係對佢哋咧喺無論落班港島嘅深圳地帶啦，以及咧係往返深圳咧非常之方便。喺今次嘅銷售裏邊咧，我哋都見到咧有6組嘅買家咧係選購咧係2伙以上嘅單位嘅，佢哋嘅平均嘅斥資嘅金額咧係約1000萬，其中有2組嘅買家咧係購買一個3房啦，以及咧一個2房嘅單位嘅。係斥資咧接近係1200萬，咁我哋見到啦，呢批嘅買3房以及2房嘅買家咧，佢哋都係除咗一個3房係自用之餘咧，都會有購入一個2房咧係作為一個長線嘅投資用途。咁我哋見到今次我哋嗰、那個第二次銷售裏邊啦，投資客嗰個比重咧係比第一次銷售咧係略為提升嘅。同時間我都補充一下，正如剛才雷生所說，那我們那個見到個向預客眾多，我們都是在今天是上載了最新的價單，是屬於價單第5號。這個價單第5號是提供就是273個單位，涵蓋的間隔是非常全面，總共有8種的間隔，幾乎就涵蓋了我們整個項目的絕大部分的戶型，包括了開放式的單位、一房的單位、一房連書房嘅間隔，或者係儲物室啦。另外咧兩房連一個儲物室，三房連呢個係化妝室，以及3房套房都有嘅。可以話咧間隔種類繁多。喺呢批單位裏邊咧，我哋入場嗰個尺價嘅單位咧，係屬於一個咧就426尺嘅2房單位，
呢個單位咧係位處喺三 A 座嘅六樓 A 十一室。呢個426呎嘅單位個尺價咧，以呢個折實嘅折工價計算啦，係10569元。而尺價最高嘅單位咧，係位處喺咧二 A 座一個咧就係521呎嘅三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咧係屬於咧係A 二室，位處咧係42樓嘅。呢個單位個尺價咧係15776元。今次咧，我哋都有啲係開放式嘅單位啦，咁所以以入場價計算咧，我哋都有啲係約320萬嘅入場單位嘅。而最高樓價嘅單位咧，就係一個596呎，位處咧喺咧即係呢個係二 B 座啦 ，B 一室係位處25樓嘅。呢個單位咧係約900萬。咁呢度咧，我哋係雷生頭先都提到啦，我哋見到佢餘客眾多啦，我哋都正同我哋合作夥伴咧係商議緊。我們希望盡快去定出發出最新的銷售安排，我們很有機會接下來的週末是進行第三輪的銷售的。好，這裡我跟大家一個簡單的總結。那個加推的平均尺價好啊，我補充一下，今次我們加推這批單位的平均尺價以這個職工價計算是12706元。咁其實咧，大家係留心睇睇咧，其實同之前對上張價單咧係價錢相若。咁當然咧，如果你話同我哋首張價單咧係有少少差別，咁、那個差別嘅最大原因咧就係今次咧我哋提供咧有比較多嘅特色單位，以及咧我哋今次咧提供一個比較整體比例上咧向南嘅單位咧，以及優質環境嘅單位咧佔個比例咧都係多嘅。咁所以咧嗰、那個尺價咧只係反映咗咧嗰個單位嘅景觀、坐向等等嘅變化。我哋屬於咧係原價加推。特色單位係包括啲乜？特色單位咧，主要包括一啲平台嘅單位嚟嘅。有幾多伙嘅呢啲平台單位？今次有9伙。但係有啲價單之前即係已經再 revise 咗，係已經加咗價㗎啦。哦，係，我哋咧喺頭嗰幾張價單咧，我哋有少量嘅單位咧，主要集中係一啲個別嘅三房單位，有輕微嘅價錢調升嘅。咁、那個價錢嘅調升幅度咧，係大概1%至3%度，係屬於一個輕微嘅調整嚟嘅。而個數字咧，即係部分嘅少量單位。如果最高嗰個累積加幅係幾多度？累積加幅我諗係大概係3%至4.5%度。呢、這個累積計，累積計算。我第一版八房 ，OK 啦，唔該。這個特色户呢，我們今次在我們的銷售安排2號裏面是提供就12科單位，是屬於全部屬於特色單位進行招標的。由於我們招標的時間是昨天開始收標，是直至星期一，即是明天才進行第一次的接標的。我們的查詢都非常踴躍的，由於明天才是第一次接標，我們都要看看接標了之後那個入標的情況，才可以有進一步的決定。我希望盡快有消息向大家公布。大家可以見到我們今次的那個5號價單都已經就提供了就有270多伙的單位，而我們之前的價單都有單位就是可以作出這個推售的用途的，我相信那個單位的無論是那個價格、戶型、景觀都夠多元化的，我們都傾向在現在推出的1至5號價單裡面去進行第三輪的推售，在這裡揀選裡面適合的單位。即係剩翻可以出 SA 嘅單位有幾多咧？即係出咗假單而未出 SA 嘅單位。這個數字咧，我一時就未可以即時答到你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哋大概係1400伙嘅單位啦。咁我哋涵呢5張嘅假單咧，涵蓋嘅單位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多啊。咁我相信都有已經70%或者以上嘅單位都出咗假單啊。咁其實所以咧，我相信超過1000伙係超過1000伙係。昨天最高的尺價是多少？有沒有再創新高？是，昨天其實同時間我們在那個銷售安排2號裡面就賣出了就304伙，但同時間我們都有一個買家就是對我們在銷售安排1號裡面有的單位，因為我們今次就沒有提供那些就是696平方尺正南向公園景的三房套房單位，咁佢就心儀呢啲單位，結果咧佢就轉購咗咧我哋1號銷售安排嘅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咧個樓價咧都超過1000萬。
咁嗰個樓價裏邊咧係都係喺喺如果尋日共售出嘅304伙嘅銷售安排二號啦，以及咧喺銷售安排一號嘅即常可以即簽嘅單位裏邊咧，係樓價最高咧就係呢一個單位嚟嘅，係屬於咧係以 A 座啦嘅 A 一單位25樓嘅。但就冇上一次上個禮拜六嗰個咁貴啦。上次一個上次咧就層數比較高啲，上次嘅單位咧就位處喺三十應該冇記錯就39樓嘅，今次咧就25樓，所以大家嘅樓價咧都超過1000萬。即係尋日係賣咗305個單位嘅，連埋銷售安排一頭，所以要計翻啲工，心水咁清嘅你啊？唔係因為今朝睇 OT 就包括就有一夥係銷售安排一號嘅單位。哦，唔該。啱啱講話三房，琴日最大手嗰個1200。係，佢係包括咗兩個單位嘅，就唔係一個單位計算，佢就買呢組買家啦，就購買咗一個三房單位以及一個兩房嘅單位，所以嗰、那個息資咧係1200萬。咁第三輪得啦，即刻開始收飛。冇錯，因為我哋而家都係繼續進行新嘅收飛，我哋見到咧，因為都有啲係由今日啱啱我哋今日做開翻示範單位啦，其實今朝咧已經有啲係。客人咧係對我哋樓盤咧係之前未睇過嘅，都見到我哋嗰個銷情啦，非常之係熱切啦，反應非常之好啦。咁咧就係今朝你已經有一啲新嘅客人咧睇翻，亦都我哋見到咧有啲係之前因為可能出咗門啊、公幹啊，未能夠入飛客人咧，都而家係今日嚟翻飛啊。咁我哋見到我哋嗰、那個無論係嗰、那個銷情一次比一次旺啦，以及咧睇樓以及係新入飛嘅客人咧都唔少嘅。嗯。我哋仲有其他少少資料交代嘅，咁我哋集團咧嗰、那個樓盤嗰、那個覆蓋係非常之廣泛廣闊嘅。咁咧除咗大家知道啦 ，Yoho West 係處於新界西北啦。咁我哋早幾日咧，我哋咧新界東嗰邊咧呢、這個白石雲海洋房亦都係嚟賣出咗啦。剛剛咧我哋咧就西九超級豪宅海旋門咧。係錄得一個巨額嘅成交，胡生你講講。好啊，正如雷生提到啦，咁其實我哋呢個星期咧都有兩夥就係豪宅咧係賣出，計呢個週初我哋呢個雲海別墅售出咗咧呢個係一間咧係樓價咧係5890萬嘅九號嘅洋房之後啦，我哋今天咧就喺海旋門亦都售出咗一個咧就一個天際獨立屋。一個特色單位嘅，嗰、那個單位咧就位處喺呢、這個觀星閣嘅77至79樓嘅單位。呢、這個單位面積咧係2682平方尺嘅，係屬於咧係複式加一個天台嘅單位。單位嘅成交價係2億1998萬2000蚊，咁嗰個尺價咧係達到82000蚊嘅。咁而呢個單位咧亦都係咧我哋呢個項目裏邊咧最後一夥嚟嘅。咁所以咧係售出呢個單位之後，我哋海旋門嘅持有嘅單位咧就悉數售出嘅。2億1990萬。超過2億1990萬。哦。尺價係約82000蚊。2億9.9。太突然啦！呢、這個消息打到亂曬大腦，喂，打緊啲幾百萬突然打呢啲億咧，亂曬啲數字。我哋就自己努力下，即係尺價82000呢個。82000。所以英文好啲嘅，2億9.9 million。哦，係。個買家係咩人嚟㗎？係內地客定係香港人？買家嗰個資料我哋就唔好方便去透露啦。咁我呢個就可能。大家遲少少都會喺市場停收嘅消息。英倫生有冇話即係反映個市係咪而家係即係比較全面復甦咧？即係各類型嘅物業都有錄得好嘅成績。咁我其實我都講好多次啦，即係而家即係樓市嗰啲利好嘅因素啊，係一路強化緊嘅。咁你都睇得到啦，就即係嗰個中港經濟都係慢慢係復甦啦。咁而家睇到美國嗰邊嘅數字，其實明年嗰個利率見底回落嘅機會都係好大啦。咁加上咧，其實依兩個禮拜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其實本港嘅租金咧繼續係錄得成交嘅。今年以嚟，我相信都超過8% 嘅啦。咁呢啲咧係對於個置業者個信心係好大嘅增強嘅。咦？出年有冇話投炮盤會係邊個有機會？有機會係我哋嗰、那個。
跑道王牌天曬海，哇！天曬駕後啦，即係有機會就下個月一月推出。係啦，呢個係可以講咧係跑道嘅王者啊！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